一，眼里操着父母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自己的父母都是很重要的存在，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你，甚至是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。所以我们要学会感恩，人生路上父母也就成为了最大的羁绊。二，心里装着姑娘。人生的旅途会碰到很多自己喜欢的人，形形色色，最终会找到自己心中的那一半，和自己走完这最后的一程，可是生活让我们无力回天。三，胸中怀着梦想。小时候有人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，我就说我要快快长大。可是长大了又有人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，同样一句话，我此时却哑口无言，我只能看看天空，深吸一口气，对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。生活的无奈让很多人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了自己，找回自己，找回梦想，虽然梦想很遥远，可万一实现了呢？四，脑子里想着事业，谁都想过上一个好的日子，就只能不停地奔波，渐渐地忽略了身边的很多东西。有很多人都慢慢地离开了我们，而我们却一无所知，脑子里依然装着我们自己的事业。曾经的与子偕老，因为事业的忙碌，也忽略了他的陪伴。当你醒悟之时，你身边还留下了什么？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别忘了按赞哦，哎哟。